咚咚咚咚咚咚咚，就用他这个当开场音乐，咚咚咚咚。哎喂，咚咚路上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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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 ，Golf Ring。大家好，欢迎收听机核网 Radio。游戏频道，我总在这卡一下、啊。小人爆的爆，行，以前大家在卡，我卡。茶会节目啊，游戏茶会节目。哎，今天龙马不在家，我来替他一个班儿。哎，并不是什么篡位行为啊。有的听众就该喊了：“我马呢？我马，我没有龙马了啊！”龙和马，你回来了龙马。这周没有龙马啊。下周也，但是这周我叫来了咱们办公室里一些其他的这个也玩的这个 DLC 的。朋友们，就是这个艾尔登法环的 DLC， 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现象级作品、哦、不能上一期只有我们四个聊是吧、办公室里也有很多其他人都玩了、哦、听听别的观点，别的玩家，别的类型，他们是怎么认为这个 DLC 的，也挺有意义的。当然另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这个 DLC 之后啊、实在没啥可玩的了，这一个月说实话、哦、是吧。好，今天我们请来的人士请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是八号。大家好，我兔子啊。除此之外呢，我们还请来了一位嘉宾啊！哇塞，重量级嘉宾，远程录制的这个远程录音，哎、太牛逼！这什么东西？你看看这是谁？蛇哥。因为这个安老师他生病了。哎、大家好，大家好，我先说啊，我今天不在公司，我在家里录的，哎、因为我这个感染猩红腹。对对对对，条满了，条爆了，小点声啊！对不起，我操，我把麦再拿远点，一会儿你近点，现在你声音就小了，评论区肯定有人骂我。没事，我给你剪，可以调，你就正常聊就行。OK OK， 他门关了吗？关了。那赶紧，大家好，你吃那个西红腐败苔藓了吗？赶紧叮叮苔药，来一个。对，叮当快要了一些腐败苔药，但是我昨天拿我家里的那个还剩的去年的硬通货测了一下，我竟然得新冠了，得新冠了，所以我只能在家里了。为了不就是传染大伙儿，对，传染到公司里啊，就是隔离了一下下。我太感动了，太伟大了，谢谢您。赶紧带上那个腐败眷属宽裕啊！我看了上一期茶话会这个听众朋友们的这个评论，因为上一期的整体讨论还是集中于这个玩法上的，完全几乎没有聊这个体验上的这个就是这个剧情上的，嗯，还是流程上的东西。咱今天要聊剧情是吧？咱今天也不是要聊剧情吧，反正就是聊聊这个你在这一路上遇到的一些人和事儿，哎呦，细节上的东西，玩家向和事儿，哇塞，就玩家向的东西，特别玩家向人和事儿。上一期有点太专业太 pro 了，我发现啊，是吗？我们在劳服的人遇到的人和事儿啊。今天我会化身这个老头环梗小鬼，但就这个叫秃子，必须得说一下，就是这个。下次不让他来，对，以后别来了。是吧？我现在看场有点受不了你。就是这八号是玩的特别快，几乎跟我同时，他比我还快其实。但是这前提条件就是八号，因为我对这个游戏呢，就是其实我说实话没有那么多感情了，就是本着一种得玩的这个情绪收个尾啊，对，就玩了。反正就是玩着玩着就有点失去耐性，就赶紧就打完，然后等于。就是大家都在聊那个舞狮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舞狮是啥，因为我莫名其妙就直接走了主线。那会儿我在打那个梅瑟莫呢，嗯，这个萝卜就跟我说这舞狮那个设计挺好的。我说舞狮是啥？他说啊，你在打啥？我说在打梅瑟莫。他说梅瑟莫我根本都没见着。然后结果就是我就一边玩一边跟他交流，就是我俩的这个流程完全是错开的，就是我直接就那个主线就推完了。然后他们跟我说，哎，那个设计特好，那设计特好，我一个都没遇到。啊，然后但是我通了之后我也没有那种，就是我回去都探探嘛，就是那种情绪也没有。你怎么不走岔路呢哥？我操，这纯怎么会有人 RPG 不走岔路呢？真的，你忍得住吗？不是黑魂血缘之狼我都愿意把每个岔路都探一遍，但是环我怎么说呢，我没有那个欲望，没那冲动，我就觉得还就打完了就完了啊，尾了，就是人到中年了。哎，我还是有点能理解他啊。这个 DLC 我也有种那种感觉啊。我的直观，我因为我你们要聊剧情的话，我插不上什么嘴，因为我这个从来就不爱看他这个就是 FS 加的这个，对，你只想感受啊，对，视觉。对，就是体验啊，然后呢，就背后那个就是那些。内在联系我就不太感兴趣，我 inner peace 啊，对，所以我就赶紧先说说我的这个感想，嗯，
就是哦，咱除了这个老头环应该还会聊别的对吧、啊、如果时间够的话聊聊别的、啊、聊别的游戏，我主要在玩别的游戏。行，然后我就说啊，这次这个游戏呢，这 DLC 我觉得地图设计非常不错，这是就是我本片的地图我不是很满意，其实嗯，他那个大虽说太虽说有很多就是你能自圆其说的东西，就是为什么雪山那么空、啊、是吧，啊，但是就是玩起来还是就是觉得没有那个就是人没进去。但是这次这地图它确实它这个逻辑和本片它不太一样了，它这个连接、嗯、就各个层的连接它是通过一些别的方式、嗯、比如那个大地牢什么的。之前萝卜问我说你就我问他我说这个地儿怎么走，他说这是哪儿，然后我就跟他说怎么走，我说你通过一个地牢然后你下四五个大长电梯就行，他说操四五个是什么意思，然后他以为我在跟他逗着玩，其实就这次真的和以往一就是完全不一样。然后我觉得他这个地图设计是非常值得说，但是呢他这个奖励机制就完全还是之前那个感觉，就是你甭管就是是啥东西反正先给你放着，但是值不值得捡、嗯、就另说。嗯，还有他的这个给的这个断道石大家也都吐槽过了是吧、嗯、我俩还在说我当时就没看外界采访，我说不是就是外界这些反响啊，我问萝卜我说这他妈为什么给我一个失策断道是二，罗说我这都是断道是一，这就我当时他这个我不知道是他们那个怎么设计这个流程，就是可能是地图一部分人设计，然后这个奖励又是另一部分人设计，我觉得这两边割裂感特别强。一般人只负责在这放一个这个符号，对，他可能是根据这个整个就是这个难度的梯度，他觉得啊这放一这放二那放三，我觉得他可能是这样。但是他推荐的进入难度是150级，而且还得杀了蒙格才行啊。对，这就很奇怪，这事儿是不是前后矛盾？对，你给我那个一有啥用呢？我洗一地，您说，我当时在就是第一张图去熔岩管道坑道那张图的时候，然后。不就相当于当时的尼姆格福坑道嘛，对吧？嗯、就是差不多吧，就是刷那个断道石的地儿，但是给的等级都低。但是我不知道你发没发现，你如果比如说不按着主线去走，你就去纯探索，嗯，锻造石的等级其实是分散的，就不一定这儿、嗯、你以为这儿初期地图就给你二三级，啊、但有可能八给你六七级。嗯、我想的，我洗地啊，给他们洗洗地。那洗，就是因为。DLC 现在有应该是25个新武器对吧？不知道，应该是25个，我忘了25还是27。它是鼓励你抛弃旧轮椅，拥抱新轮椅的。嗯啊，这我感觉到了。对，我就特别能感觉为什么要塞这么多断道石，就那意思，你赶紧把手里边那双小曲什么的换掉，赶紧换。是是，反手剑是这样啊，玩一玩，这是应该的。但问题是，它游戏本片的设计导致除了顶级的那几个断道石，别的都没用，就没有人会去刷断道石。对对对，都是刷魂然后去买断道石。是的，对，就很，你就觉得很，就效率很低，而且它这种它等于是它在。为你规划路线嘛？嗯啊，就你说开放世界为啥要给我规划路线？就你听我的，我教你玩啊。对，我就对这种感觉，但我没有那么强的负反馈。我真正负反馈是那个拿大刀那个，就咱俩骂了一天那个叫什么？叫人战士啊！我第一分怪啊，对，还行吧啊。后来我意识到他那设计，他故意那样，就是那个后面有个那个类似鬼屋的那个，就是那个电火之王那块单潜行，他那就是一个，他就明显就告诉你别打这个东西，你就绕着走这样。对，因为你看他那个，就有点像暴君那种，就是你前面你就躲着他走就行了，生化二那种啊。对，你打了也没不给你什么有用的东西，要回来特少啊。对，那其实就是那种，但是他弱弹反呀，那但是不想挑战他吗？能挑战啊，就是你就是，我觉得玩魂不就应该他韧性遇人强怪，你就但是干是哎，对，这就是个问题，就是玩魂是应该这样，但是老头环他本片不鼓励你这样，我觉得他给你啥挑战了？这游戏他不就挑战你如何去拆解这个。build 然后怎么做造出一台轮椅来，然后就破解这游戏吗？这个是当时本片咱们就聊的事儿，就是他又鼓励你先去跑图不打架，然后拿着你合适的法术或者战技武器，他真鼓励这事儿了？才从我不好奇的是，重新打，我是没这感觉的，不知道。但是他其实没有强制你打呀，就像最后你去那个神之塔上的，你一路上遇到所有角人战士也都可以，对，就是可以就走。对，就是之前还秉承着那个我得挑战一下那个心态去的，所以就是破口大骂，然后就心态对之后再也不打了。哦，我是就是纯干啊，纯干。有我记得到。花雷教堂前边就劳佛，劳佛那边有一亭子里边
蹲着俩那个脚神鸟脚战士，对，那个啊、神鸟、那个、是已经是高级版的了。对，神鸟俩神鸟大哥，对，那个就是你真想干他，每次干每次你干着一个，干他一下，旁边来一大飞脚，啊、然后来铁山靠，对对对，就咣咣干你、嗯，然后俩人任性，没有一个能绕背干跪下的，对的，完全没有。他动不动就五连六连，有点就是招人烦了。我操，军体拳 啊，就有点招人烦了，牛逼了，范围巨大啊，范围巨大。铁山靠靠那么老远，我操！那铁山靠真给我看惊，我以为有人开风铃越野，真的，我操！那你怕不怕那个拿俩环那哥们儿啊？那不脚战士吗？脚跟那不就是那个库下人那个剑锋剑锋里小五娘。啊，白白十四五娘，小纯小五娘，上半身旋转，哦，小彩旗，你们小彩旗，你不你我，但是我其实有一种想法是，这东西，咱现在当然可以抱怨，说它粪，但它没有那么影响我的体验。我也觉得，我完全觉得 OK， 还好啊，是还可以。而且当时说实话，要论粪，玩回忆什么比这粪多了，回忆啥比这粪呀？双攻啊，双攻粪，双攻双攻双击啊，双击还好，双击不汪双击还行吧。斯摩啊，西蒙啊，西蒙，我觉得还好。斯摩是啊，我觉得还好。哎，你离麦近点啊！你真别说那个，你笑的时候远点就行。神鸟，那铁山靠，跟基摩差不多。基摩是谁呀？基摩是谁呀？斯摩挺斯德哥尔摩。行，对，好。对我其实没什么可抱怨的，就是我头一次我跟萝卜说来着，我头一次对他家的游戏有一种就是我都花钱买了，我必须得打完，就是要不然亏了的感觉。你以前是没有的，你以前玩起来就是想享受每一秒那种。对，就是我能白就尽量白，就是希望而且玩全了它，而且他那游戏这个白金其实就是并不是全探索，是的啊，其实都是流程。白金非常非常低门槛，对，就是流程打完，然后隐藏探一探东西都拿了就行啊。对，偶尔会有一些让你二周目、三周目的东西。对、就是、对，就是我之前都是这么玩，没必要。虽然这环也白了，但环的这个奖杯比之前还，我觉得还。DLC 都没奖杯啊，对 ，DLC 都没有。对啊，我第一把那个没怎么打完，我说不给我跳一个，我说这什么强度？这个后面行啊，没想到就没有。其实挺失望的，因为奖杯有时候是包含叙事的。啊、对对，而他家的奖杯是每个都有那个描述在里面画的，对啊，还有那名字本身也是有意义的。是的，这次等于啥也没有。嗯，但是你要说有多讨厌也犯不上，就是玩完就完了啊，终于结束了，而且最后就是。那个萝卜，我跟萝卜交流，就是说怎么干掉这个最终的这个约定的王者呢？啊，我们就看视频，有人可以弹反，行弹，然后就开始练弹反，练着练着就觉得我为什么要把时间就耗费在这上面？对，然后就又学了一个这个传授给安老师的那个调香瓶大法啊，在没学之前，在40秒内干掉了敌人，然后就赶紧退出游戏。哎，我跟你说。我一开始我一直打那个最后的 boss 没打不过去嘛，就很懊恼。那会儿秃子跟我说：“八号，你快去帮忙。”老师，我说帮不了他，我说我在逃课。对，然后八号有天就过来了，跟我说：“我告诉你一个东西，叫颠火调香瓶，然后还有一个战绩叫串联火花香，你就打去吧。”然后我回家，串联火花香听着像道菜。对，然后就毫无游戏体验的打过了，但后来我就那个独挡冲了。就没什么意思、啊、后来我就用别的再打了打，但是他真的那天特别好笑，因为我卡这个 boss 已经卡了好久了然后那天八号说我告诉你一个颠火调香瓶你打去吧，告诉你轮椅不是，是那天是秃子嘱托我，其实我没想就把这传播给别人特别不好，白帝城托孤这有啥不好的，他说你快帮吧老师，他不行了，我说行啊，没想到救救他吧对，救安老师，我当时跟安老师就是发售没几天，兴冲冲的开始联机。嗯，原来我们俩，嗯、还有喜字儿，然后我们就狂那个打蒙格也一块打的，打那个啊，你们就是褪色者小分队，褪色者分队。对，然后安老师就是我永远的法爷，嗯，我就是永远的那个力量号。喜字儿的纯虎逼，就纯挨打，就跑，给那个作用是给作用是给敌方 boss 增加血量，对，就是加一倍难度什么的。然后我们就有这传统，就说操，安老师，你到这个那双月城了吗？咱俩干那双月骑士去。嗯，雷拉拉，雷拉拉打雷，干那个拉拉打雷哈娜，雷哈娜，说走吧，对，干去。然后我记得咱俩是10点半上的线，哎我天，打到下午2点。哎呦，没话了！不是，我真的，集合网这个编辑玩游戏的这水平真是太……你听我说完，集合网你听我说完，当时我们俩就又
就是疯狂干那个雷哈娜，然后开始那个跟雷哈娜跳皮筋儿，波波什么啊，跳皮筋儿，然后就。因为我们俩那麦有延迟，我说他妈三二，让我想起一个游戏，叫同性恋。咱们玩那恋与制作人的时候，就那个感觉，三二一的，永远就是跳不过去啊！好不容易就是能干到三分之一血，雷亚娜来地狱五连鞭，就跟那小舞娘给我们俩炫死。然后最后那个换钩纸药都快吃没了，换钩纸药都快、哎、都得回本体找去，你知道吗？完了，拿那材料做去，找落叶花，找落叶花去了。然后结果、啊、落叶花我从来都没用过呢。最后就跟门口疯狂做体操啊，做完体操进去死了，出来重新连，连到最后，我就一直跟安老撺弄那，我说咱俩来一把，带兄弟们再冲一把吧，冲一把咱俩过了得了。他老说、哎、真不行了，不想玩了。然后那最后你们不是还是过了吗？然后最后、啊、你放下录音的以为都下线了，结果俩人都在线、嗯、自己打自己的、啊、我先过的安老师再过的、我靠，自己最后就是不要靠别人还得靠自己，纯拖油瓶。你俩开骨灰了吗？没开骨灰了。我们俩联机的时候是开了那个雷达，就是我们在门口做完一套体操、啊、我们还要把雷达招回来、啊对，然后有三个人，那 BOSS 血量不就又加了吗？对对对，所以我们就是连击打的时候，就是每次都被那个，要不就跳皮筋死，要不就五连鞭鞭死，要就要不就是随着雷达姐什么时候没，我们俩跟着没。哦，雷达一没，你们都没了。雷达一没躲，说明你们俩压根就没躲明白这些东西呗。而且他这次那个仇恨的那个吸引，好像跟本片不一样。我觉得、我倒是没觉得。对对、就是你要是、但是我也没用过骨灰盒那个，给我气坏。你开次试试，他就是基本还是在干你，是吗？对，对，最后打拉坦的时候也是拉坦，你都不敢靠近打。因为他要是揍你俩，咱俩射箭射死的，对吧？是吗？是吗？不是，那修里耶跟那个安帕赫，他俩，安帕赫，我操，他俩跟那儿干的时候，那个拉坦不是地狱十连鞭吗？地狱十连鞭，你就敢放一次拒绝的刺，因为他比如说连到第八鞭的时候，最后一鞭八朝你来了啊！对对对，巨胡逼啊！你不是胡，你不是要给他洗洗吗？你可以把你刚才那个录音放一下，就是你们啊，那是这个后不是历尽千辛，那是另一个，那是另一个，那是那个贝勒，都不是双啊，贝勒不知道，我都没打，你都不知道我们经历了多少。就是实时、啊、我能想象那天秃子在一恒那非要装逼，你知道吗？就是我给你过一恒说我你要赶紧打完，我还要下班，我要回家。然后秃子说你等我，包你不走。我说哦，然后我就走了。然后过一会儿一恒给我发了一个微信，他说秃子在我这儿死了三遍都没过，然后我拿回来拒绝刺一遍就过。你放屁！我给你捋一下这个时间。我不想听、这个，我给你捋，我必须得给我自己证明。没有听众想听、这个。我跟你说，一恒他是纯小红书打法，你知道吗？什么叫小红书？就是网红打法。八八先跟门口做十，这还有网红打法，跟门口做十个体操，这边是什么卡利亚权杖，那边是什么反正那个上祷告的，先做体操，然后拒绝刺。我说你这都胡逼，都扯，你这黄铜盾拿出来我看看，加倍强没强化？我操，黄铜盾一没强化过。我说八八给他加到25，我说去吧兄弟，干强那玩意儿干嘛呀？一手盾一手法杖啊，有比那好的盾呀。第二队里有的是啊，当时我都没玩到，我就说黄铜盾没问题。你没玩到就教人家呢，对，嘿，男人老魂玩家，我操，不得教教他？哎呦，干，哎呦，干三遍，他自己死30遍，拿我那黄铜盾一遍过。这都传授，这有啥可得意的？你在场有任何人有对你的话有反应吗？我都无语，都惊艳。不过说实话，季恒网玩游戏这事儿真是，那天。那萝卜跟我说完我都惊了。Max 说也想玩玩，然后就在办公室下下来这个法环、选了个武士，然后就开场就看见大树守卫了，就操那大树守卫，全办公室人都后面看他打大树守卫，对，全办公室人都在后面围着轮流上，对，打大树守卫，就没有一个人打到半血以下的。不是，我跟你说为什么，他那电脑不行，那个大树守卫一抡那个黄金戟的时候啊，卡一下，真卡一下，真掉帧，但还好，那纯破戒僧。最后他们全散了，我掉帧不是咱们这么多代不都顶着这掉帧打过来？掉帧、这个有什么？血缘20帧玩下来的吗？啊！我操！全办公室都走了之后，我过去帮他打掉的那个黄金树守卫。麦克斯现在开始，然后吹牛逼，吹牛逼，就不想玩了啊！没事，区区黑魂也能吹牛逼了，我操！要掌声回，这就是集合网啊！哎。
这个就哇，贵司怎么回事？好可怕呀！引申到一点，就是我想跟安老师，我觉得我跟安老师评价对这个 DLC， 我以为你别代表人家，人咱各自说各自的行吗？你先说你，就是我们俩啊。就是怎么说，非常的喜欢这个 DLC 啊， 啊非常非常的一个喜欢。喜欢哪儿啊？哎，等一下，等一下，在这里说喜欢会被人骂吗？我想问一下，没来过这个节目，不太懂。啊、会，我不会，你说啥都会被骂。茶话会的这个下面的评论是全集合网最友好的啊。哦，是啊、哦，是的，最温和的，有所耳闻。我今天我没录过茶话会，我今天以为有真的有茶话会，我还带着饮料呢，喝那个什么元素瓶啊。元素瓶、啊、果粒橙，对、啊，喝元素瓶的，这果粒橙跟冰红茶，孤劳骑士，然后还感染着猩红腐败，你看我、啊。您接着说，涂老师，您说，就是我对于这次 DLC 就是非常之满意。哎，没有非常之满意，就是你刚才说的，就是他对于你的奖励，就是 feedback，、啊、有一些地儿就是真纯虎逼。嗯，就巴巴你跑完之后洗不动了，放俩那个野兽骨头，就是干嘛呢？明明就是地图真都挺棒的啊，地图真是不错，你真可以藏很多东西，但是好多的时候也藏了，那个负反馈挺低的，不就是你觉得而且他那个图你不探不行，这次就是你不探你去不了下一个地方了啊，对，就是说他真藏了，他不是没藏，所以我是真喜欢这种设计，特像魂一。真特棒啊！是啊，是。然后，我其实针对于物品这个事儿，嗯，我觉得它更多的意义就是为什么这次 DLC， 我觉得故事比那个本体要丰满连贯。啊、你说说故事，说说故事啊，说说故事。这么快，我操！因为我觉得它这一次放，就是因为它体量很小嘛，地图也不大，它放物品的意义更多的就是作用是为了让你去讲这个故事的，就比如说。你搁巫者村去巫者村屁也没有，但是景是真好看、嗯、你就跟那个中间能找一撮头发、嗯、对吧，其他什么都没了我记得是什么都没了，然后我当时就想操，巫者村就放一头发什么意思，然后你就去开始了，他给了你还有一个小黄金树啊，小黄金树，对，就这两个东西给了你足够的时间，给玩家足够的时间去看这两个东西，我操，为什么这地儿就这俩啊？那设计的是好啊，我承认。就是我觉得他让玩家放缓了，就是给他们一定的时间去让他们看物品的介绍，嗯啊嗯，然后这张图对于游玩来说就是没有什么意义，他只是来告诉你这个故事。对，就包括有一次，我这不就是意义吗？对，我跟安老师就是在你冒险的过程中，突然有一个 break。能让你去，就是你笑什么呀？这个了解没事，你说、啊。然后我跟安老师聊，就我说操，嗯，安老师说你到那巫者村了吗？我说我到了，就底下就有俩黄金那个大树守卫跟那儿干完了，然后我就剪做头发，然后安老师就给我讲，说操，为什么？这老师不会这么说的，大树守卫脚踩着别人椅子，然后胳膊架腿上，然后我一直以为那个什么。黄金什么狮子大盾，是从这俩人掉了，结果这俩人打完，一人一瓶那个细果粒橙，玛丽卡的赐福，对，细果粒橙，细果粒橙，火搜女神的祝福，然后啊，女神赐福，玛丽卡赐福，然后说我操，为什么？安老师，你当时怎么给我讲了？你讲了，你也没记住，太长了，你前面这么长，后面自己没记住，哦、就说那个玛丽卡对于巫者村啊。就是就想保护，就他对于巫者村太有感情，这是他故乡，专门安了俩那个大树守卫跟那守着。然后为什么证明这俩人是玛丽卡安排的？是就是因为那两瓶细果粒橙。对，就是我发现他真的，在这次 DLC 里边没有就是给你塞特别大量的。我以为你要说他真的我哭死，他真的我哭死玛丽卡，操！这 DLC 如果一定要选一个塑造的最丰满的一个人物，应该就是玛丽卡吧？嗯，其他人实在是难道不是我自己吗？满不是，我是梅瑟莫，好吧？梅瑟，哎呦，太喜欢了，太色了！说说梅瑟莫，说说梅瑟莫，太色了！说，你说梅瑟莫算男美女吗？玛丽卡，玛丽卡纯，玛丽卡，哎呦，玛丽卡纯满地甩子，有事没事甩子，甩子，甩肚子，对，甩一。哎，梅瑟莫是这条是我最喜欢的 boss， 但是啊，我也是，真不错。虽然没打几个，我先说一个，有一天秃子就突然之间在那个微信上给我发了一个图，
然后你还记得你发了什么图？啊、我以为给你发了个视频，我惊了。我给你发了，no no no，、是那个性转那个梅色墨。对，性转梅色墨。色我当时惊了，我想说，哎，这个怎么回事？为什么就是为什么秃子敢给我发这种东西？不是，为什么在开玩前大家都一天到晚小南梁的说，结果最后发的都是梅瑟莫的色图，我说我米凯拉色图呢，挺逗的。然后我后来给你发了一个那个接、米凯拉扭屁股那个视频，那个你们发这些东梅瑟莫性转就没劲了，我觉得啊，他不就得那样吗？他就是就如同格里菲斯性转有什么意思？操，沉默，沉默啊，哇，这节目的没事，格里菲斯性转，我操，我操，八号你是什么剑锋大师？有什么意义吗？不是说游戏啊，说游戏啊，老师你该轮到你了，轮到你了啊！哎，我可以播放一段录音啊，你快，我等不及了已经。您播是不是？我先前情提要一下，就是因为确实我这个跟之前跟兔子联机玩完了以后呢，我们俩的就进度比较一致吧。完了有一天晚上，就是我在家里正在打游戏，发现兔子就说，就是在微信上说我不行了，刚打完那个暗动支线，我现在心潮澎湃，怎么会有这么好的 boss？ 我的妈！然后他就说不行了，我现在在外边吹风，我现在得喝口酒。我想说怎么了？完了他就给我发了一段这个微信语音，我给大家播放一下。好，去吹风。哦。但是里面有可能有一些会逼掉的、没事，他刚刚都说一堆了，粗鄙言语，粗鄙言语，没事没事。我操！这从他降临就是第一次出场，他他妈掉下来那个速度，然后到他妈打一半，我操，压他妈有两个幻化的那个翅膀张开了，然后旁边挨贡跟那叫，操你妈，快背了，弄死你，操你妈！然后我操，太牛逼了那个演出，我操，太牛逼了。我都听到他那个声音是颤抖的，颤抖，不知道在干什么。对，就是他，据兔老师自己说，就是他打完了这个埃贡，就打和埃贡打完了贝勒之后，他心情久久不能平静，然后出去喝了酒，在夏夜的这个晚风中吹拂着，然后就是回想刚才那个激烈的，就觉得自己就是埃贡，人生就是贝勒，不是，我重现一下，夏日重现一下当时那个夏日，夏日重现，对，重现一下。但是茶会是可以，就是没有任何的这个深入分析，对吧？对呀、啊，就是这种茶会嘛。那牛逼，你讲的太好了，太好了。就是那天我打完了，我哆哆，我手都哆嗦。就是那天本来我因为拿的是那个十字镐，就其实挺轻松的，还差一丝血，我就惊了。因为当时你不是要过尖刺山的那个特别长的铺垫吗？就是。从你前面遇的那俩红龙跟那打架，然后慢慢慢慢向上攀登，就是攀登的这个过程也是让我觉得里边没有给你设置什么就非常岔路啊，岔路啊，或者说让你难特别难上去的关卡，就是一步一步让你慢慢慢慢往上，天上打着雷，雷里边卷着风，我操，风里边刮着沙，你妈刮沙给他，然后沙里边是你，对，沙里边是沙壁，沙壁，你是风儿，我是风儿，你是沙壁。最后到了那个龙王，就是那个贝勒的门口，然后我操，第一遍我没叫，我都没叫埃贡，我打了，然后我说操，不对，这演出太好了，我这不舍得杀呢，我说死了吧，要不再打两遍。然后因为一开始进雾门之后我就他妈满处找，我说你妈听说这儿有一狂龙贝了，贝了爷他在那儿啊，然后就跟他妈流星一样，跟陨石一样，操，就跟他妈拉坦掉下来，就跟只狼里边那风筝人一样，我操，你妈降下来了。我觉得风筝人比拉坦人帅。风筝人是谁啊？就是那个你走你哥走一个拐角，突然一个天那个，然后有一人炸你，巡航导弹，对对对，他的视角调特好。你那天还说了一句话，是他你说哦，贝勒他们长得跟蒙格一样。对，贝勒当时我就说是一蒙格怨虎龙，就是，然后左手是那个光环里边那个那刀。啊，那等离子光刃，然后我说我这龙太鸡巴帅了，然后前面我说没有，没感觉没有那么震撼吧，打到半血，我操，压那翅膀一张开，我他妈真震着了，就是
当时我那手柄都吓一哆嗦，然后他们视角，其实手柄震动了，手柄对手柄震动了，但是手也震，就是他了。我操，太牛逼了！然后就是天上那个雷一直在打，因为北京打的时候，哦，我以为你说游戏刚下雨，游戏里边有，好，我操，真他妈给我震着了。然后你这半天这个有用的话一句没说，全是话题完了，你完全你都不知道，我告诉你，你信了，根本你都你完全你都不清楚，你知道什么？你根本你完全最后打着打着打第三遍，我说操啊，这儿怎么有挨供印的？赶紧挨供叫出来吧！我当时已经很澎湃了。挨供出来就跟在那儿骂澎湃新闻田文静，我操你妈，挨供我操你妈，弄死你啊！然后我那个就是那乡村爱情，这期含妈量太高了，荷尔蒙一下就起来了，我操，荷尔蒙都起来了，太你妈燃了，就是让我感觉就是他就跟那个唐尼赫德似的。然后后来安老师给我指上，其实有点像《老人与海》。嗯，其实是《老人与海》。其实《老人与海》对，我跟你说，最后打完了那个，不是对，他不有鱼叉吗？啊，安老师说，对，打完了那个最后埃贡的剑，竟然叫埃贡的鱼叉、嗯，我当时一下子都想说，一机灵、哦，原来他是老人，对对对，就是那种你那个一下子被就是老北京威爷脑袋里亮起小灯泡的感觉。啊、还有一个是那个他的那个装备底下写着，就是他不是一个战场拾荒者吗？嗯，他的那个铠甲都是尸体上，就是战场尸体上捡出来拼起来的。嗯、你知道《老人与海》里写那个老渔夫的帆，就是、嗯、是拿那个面粉袋子拼起来的嘛？当时我看完那一段以后，我这个心一下子就觉得，哇，这游戏也太有文学性了！怎么不给他发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安老师原话是这样：艾尔登法环到底什么时候得诺贝尔文学奖？原话。然后我当时就真的被那演出震撼，都差点要流泪了。嗯、所以我当时。打完之后真久久不能平息，下楼去抽烟跟喝酒，脑子里边全都是那个话，一边喝酒一边哭，老板过来拍你，你说你懂不懂，我说你知道贝勒吗？是谁贝勒吗？你知道埃贡是谁？老板说我无伤，埃贡我大哥知道吗？操，埃贡没了最后，然后那视频就发生了。哎呦，给我当时，这是当时我打到那个阶段最喜欢的支线，太棒了！行吧，嗯嗯啊、嗯，然后我其实马上的就去看各种视频网站，然后就发现全都是那个埃贡跟贝勒的那种混剪，就大家都被这段震着了，确实挺震的，真的挺震的。这段我根本就没打，你根本就没见到去，你少玩200块钱，我就这么跟你说，你真少玩。你这游戏都玩啥了？你说说你的，全你最喜欢的 BOSS 是谁？哎，我碰巧走进那个地下那叫什么森林来着？就是那个谷底森林啊，特谷底森林，我好像遇到 bug 了。就是他不是有一个那个必须弹反的那个吗？我一路往前走，啥也没遇到。嗯，就那一个大空地，只有老鼠和那个鹿。我当时觉得啊，那是羊是吧？我说操，我说操，太牛逼！就是这游戏真敢，就是放一大片不让你骑马，然后什么东西都不给你的地方。你反正喜欢这种是吗？就不是，我懵了，因为他那个音乐变了啊，对，然后那个滤镜也变了啊。我说我操。胆子真大，就是这游戏现在已经是这种级别的销量，就是他敢搞一个哇，然后来发现他一查人，就是我就遇到 bug 了。哦，但是那天把我说那块儿，就是一进去谷底森林就觉得特别克苏鲁，然后我也有同感，嗯、就是那种难以名状的恐惧，然后一个最后一个深宅大院，一个发疯的老头在研究瞪自个脑袋奇怪的东西，嗯、对对对，瞪自个脑袋演出也特别不是瞪自己脑，不是。啊！我说操，心真脏啊！蛋子脑袋，蛋子脑袋，现在已经有 mod 可以用，可以拿他那个脑袋那把剑，顺便那个剑上插着整个那老头儿，你可以拎着老头砍人了。嗯，我最喜欢可能是那个吧，但是主要是前置的这个一条路的那个感觉太好了，是吧？嗯，然后别的就包括你召唤灵马召唤不出来，啊、对，他说他很害怕，害怕，啊、对、哦，特别喜欢。对，然后原地就有字条，啊，对，有留言，字条是别的玩家留的，写着马逗号叛徒啊，对，哎、然后有那个官方的字条，那是谁写的呀？那个是大院里那个灵魂老头，就是那个你一进去老头写的，那个啊、就是米德拉写的，啊啊，然后米德拉写的、嗯，就是他自己写的，对吗？啊，就不要靠近，返回吧，返回吧，就一直在重复。那我理解是对的。还有一个奇怪的事儿，我跟
萝卜说来着，就是我打完梅森莫，我那个 PS5 没充那个 PSN 会员，所以我是不能那个联机的。你也看不到那个别人的留言，然后打完梅森莫满地留言和血。我说我操，这什么意思？就给你看看这个世界上都有多少人在这奋战。然后我一点全是就不是人话，就是那个狗什么的那个。然后我说这啥意思？然后那个血迹也一点不悲壮，有光跳下来让人给打死的那种。我说哇，他能联机了，然后发现就可以联机了。我说哇，这又是什么设计？就是打败他之后，我就可以和这个异世界的人这个相连了，是吗？异世相遇。然后又是 bug， 尽享美味。就那天给了我一天联机权限。啊，是吗？然后第二天没了，没什么给你调的权限。哦、我刚才以为是就是制作组故意给你弄点假的、啊。我以为那不是，就是操，每次都是自己把自己骗了。那你们打梅森莫的时候招那个角人了吗？哎，还能招，这是我后悔。角人，我他妈根本就没招。招他演出特多啊，就他话特多。是哪个角人？是就是在是就是那个毛毛虫脸的哥们儿，大陆门口十字那块。他是一个气氛组，对，他气氛组。哦，我以为就是可以招那个角人战士，然后那不把没怎么打，不是有的骨灰嘛？那把没怎么打死吗？一开始站雷达旁边那个。你给他、那个、你们讲说 NPC 是吧？我特别牛逼，我一个 NPC 都不认识。就是那个他最后不是有一个你们玩啥了你？特感，你真养出去吧，就是特感人，就是其实一块就是这个昔日战友过来干你那种的，就是说挨个说哎，跟你战斗真是不开心什么，我都不知道是谁，就是过了一个打死一个，过了一个打死一个就结束。但是他这个状态更符合那罪测者那种没有人性的那种现状，可能我操。不是我是处处希望这游戏给我那个你多少钱买的我进 DLC 给我一些代入感我这颠火之王这集合网买打折打折买对对在这个把你 NPC 给折掉说到这里咱有吗这个啊这说到这里啊就提到集合商店的事了啊集合商店上架了翻扩与刺客信条周边商品啊，不是为什么不是老头环的 DLC 吗？不是，这刺客信条的广告说一下啊，那包含多部系列游戏的主题周边，喜欢的话可以预购 啊。太牛逼了，这是这个太生硬了，太喜欢刺客信条周边上集合商店了啊，说一声啊，刚说到哪儿了 ？NPC 嘛啊 ，NPC 啊，就是这个角人这个 NPC， 我看很多人特别喜欢他。一开始特别喜欢谁呀、啊？没有啊，就是啊，谁喜欢你？我可不喜欢角人。谁喜欢角人？他跟你说，你们这帮信黄金律法的都是缺的。我也没信黄金律法，但是呢，我托利娜锋刃，我信什么黄金律法？我可以，你托利娜锋刃，我托利娜锋刃，那你说说托利娜锋刃的事儿啊？我操！我就狠狠，等一下角人就过了。西托角人大家都懂的嘛，一开始是好像是你的友朋友，然后愿意为了你。即使是你是黄金那边的人也可以跟你合作一下到最后就报完仇之后还是疯了然后那个在那个劳夫遗迹父老遗迹那遗迹那儿劳夫遗迹那儿入侵了你然后特菜拿刀砍死了我觉得唯一好人也不算好什么就唯一喜欢的角人角色就是老太太角人老玉哦，你觉得找人都不行吃的啊？因为他那个一开始不了臭骂你一顿，嗯，滚鸡巴蛋，然后到最后他没那么说，对你注意点，对这节目多假了。到最后你变你拿那个武士之后，哎呦，就对你特好，然后还给你那个老奶奶炖菜，蝎子炖菜什么的，这蝎子还是后来说没吃饱又给你一碗，我说操，这要给个豪华的，这老奶奶不仅给你吃的，这个也是老奶奶给吃的，这太温馨了啊！是让我回请另外一个老奶奶，不停的给你那个。镇定剂、然后我就喜欢那老后来我跟安老师又开始看那故事然后发现哎是安老师给我讲的吧就是角人老玉跟玛丽卡当时是就同台竞争的如果你俩不联机的话你还会这么喜欢这游戏吗是不是就是我操挺帅啊我操我们俩就连了一回机后来都是我们俩就连了一回然后双叶骑士跟没打过各自打过各自打过了然后各自分享进度说那个文案里说了老玉是神人对他跟玛丽卡其实当时就是都是可以成为神的那种等于说所以他跟玛丽卡是同台竞技嘛也不能叫凭你还想跟我同台叫玛丽卡当时是被迫害的那一组然后把他们装到湖里啊打他们呀、什么的变成湖的内容物但我觉得湖内容物小姐姐还挺好看有的湖那上次你也说了说这个有的湖你仔细看真的挺好看的是个特可爱的小姐姐但是对金发小姐姐但是我知道真相之后真的就是角人我要涂光杀了你所有人所有角人杀了你杀光角人你妈真纯傻角人还是你就成为下一个梅瑟莫梅瑟莫了替梅瑟莫办完他的活哎呦而且你不觉得梅瑟莫真是挺好的吗梅瑟莫跟地下室把那个湖
小湖跟内容物都找地儿还给治了，嗯嗯、是的，照料医院还是个、那个、留了一个放湖的地方、那个、啊，对湖的医院，然后他的那个暗室里面有一个，就是打到二阶段的时候，不是有一个从上到下的镜头吗？啊、然后那边他在那个帷幕里藏着一个玛丽卡的雕像，哎、然后是有头的。哎、对，是喜欢妈妈的，对、哎，喜欢妈妈。对，因为幽影帝所有的玛丽卡雕像都是没头的。对。对，他的屋里藏着一个有头的，你不觉得非常的动人？对，就一路都在展示梅瑟莫有多喜欢妈妈。但是在梅瑟莫死的那一刻，他说的话是：“玛丽卡，我的母亲，我诅咒你。”对，为什么？我当时就在想，为什么？因为他替玛丽卡承受了所有的诅咒，他的服装上写的啊。他的原话是：“所有的诅咒你冲我来，不要冲玛丽卡来。你别动我妈。”对，就因为玛丽卡也干了这些事儿之后，他来替玛丽卡把玛丽卡也干了，事儿都给挡了，你知道吗？哟，最后还是就还挡不住了嘛，其实挺生气的。我替你挡这么多，你连看都不看我，你连看都不看我一眼，你给我扔那个，都他妈赖你，远交曲线了，对，你给我扔这儿，你自己去上海了，对，他妈带他。对啊，算了，这段剪了，这段必须剪了，操，我扔。哎，这段也剪了，不行，打妹，打妹，打妹，行，说给我扔，好悲情的，真的，就给我扔这么一地儿，你就自己 happy 去了，嗯，安老师多说两句，你被打断了，没有没有，我就是想分享喜欢的部分吧，完了，但是不想说就是全部都是好的，我觉得有好的地方，但是我有一个很大的遗憾就是。我葛德文呢？我那么大一个葛德文呢，哎、就都在拆，怎么就给我搞了一个死亡子脸皮在一个地下墓地，然后就没了？对，还是个地下墓地里面，两个，哎呦，两个死亡子，忘了还有这一趴了。越看越和尚那脸，之前觉得挺吓人的，现在觉得挺惨的一脸，对，特委屈，不知了，对对对，久旱逢啊，感觉都是熟人。但我看见那个脸之后，留了个我，逗号草。哎，说到这个，我跟安老师当时交流的时候。就一直在说我们俩其实在本体并没有使用那个建言系统很多啊，但是在 DLC 里不知道为什么你就特别想留言和别人交流，疯狂留言，而且疯狂点赞，对，我甚至会折回去给那个人好评，啊、真的就是比如说有就比如说波尼监牢那种会塌一下，啊、我会返回去重新跑一遍给那人好评，啊、真的，因为这次太阴了，你不用重新跑，可以在看过的留言里找到那条，然后直接留、啊啊，随时随地在那个菜单里。我操，不用往不，但是你还走过去比较有感仪式感，是，对，要身临其境给他点个赞，真的很感谢，但是有那种骗子真的很讨厌，一定要恶对对，那留言被赞的话，你是会回血啊、哦，还是那样。对、哦，昨天一个小细节，昨天我玩的时候也在监牢里边，然后就有那种小黑影跟那椅子上坐着，我没看见，我就看建言他说接下来翻滚很有用，嗯，然后可能是朋友，然后。结果我就以为有隐藏小路，我就滚了一下，结果突然那个，幽影人就他妈从椅子上啪站立了，龙将军立正了，立正了，给我乐的，我说太逗了。然后后来哪儿逗了？我怎么没听说逗来？就是没有一个人笑，就是反正挺逗的，我觉得。然后后来我就。真的也狂留言，但是我做的都是那种，就比如说接下来往上看会很有用、哦、啊，接下来跳跃会很有用，嗯、就做人了，对、嗯、我从来不骗人啊、哦嗯，然后就感觉，就我在想为什么 DLC 这么多建言，我觉得也是阴招多呗，阴招多以及它小啊很多都是香亭和那个就是有一条主路、嗯、啊，就所以也那个建言不会那么分散，我觉得这样也让玩家们的、嗯哎、建言看爽了，我确实这DLC建言看爽了，对频率会高一点，我有给了我一天时间让我看仔细看看、啊、谢谢你也看了一天，谢谢索尼、啊、对啊，然后还会跟你说什么但是边界，哎我到现在没懂、嗯、这个边界是什么意思、啊、边界王者是吗、啊、他英文啥意思呀、啊、不知道，他应该是英语梗吧boundary 吧，不是他原本是原文是啥呀？我不知道。好想离开这里啊！边界是啥意思？我到现在没明白。我其实也不知道。但是我什么？我理解啊，您说，我理解要塞晚上是什么意思？啊、是 Fortnite 、啊、对 Fortnite 对这个这之前就有对，对，本片就有很多。然后还有那个但是洞穴啊，那我也知道。行，然后河川男，嗯，安老师，你刚想说啥？没事儿，我不想说什么。哦，对不起。
你说，我想说 giant battle 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词还不太好。巨大但是洞穴，巨大但是洞穴。后来我就是看完一公众号写这到底什么意思，我才知道是什么意思。那是吗？真外国人也懵，你中国人看见草和死马，他也懵，马不知道什么意思，前五马。哦。但是我那天看到一个特有就是印象特深的戒言，就是我第一次去那个大教堂的时候，马努斯瑟利斯大教堂的时候，哇，这名字都记了。一开始那个秃头的就主教是非常非常友善的，然后他还给我们送礼物，还给我们地图。就当时我觉得哇塞，好平静，好 inner peace 的一个地方啊。结果地上全是血，对，就想说怎么回事。对，而且然后我就背叛有人写。对，然后底下有人写前有背叛，还有人写朋友问号但是学记之类的那种，我就觉得大家可能疑惑的地方都一样，就那种共感的感觉特别好。结果后来就是慢慢推进剧情才知道为什么地上说说指头这块吧。说到这块是安老师给我讲，太好，我太牛逼了，没玩给八号讲讲啊，讲讲吧，安老师讲。你为什么不玩啊？你怎么我不想玩了，我当时就是特烦，想赶紧把那个博德之门三收尾，结果那个又给我出一 bug， 给我死档了，又他妈删了。你怎么总能遇到 bug 呢？不知道，不知道，纯他妈山猪吃不了细糠。嗯，你说说，老说指头的事吧。没有，我真的是很喜欢指头那个剧情。然后秃子之前说他喜欢托丽娜那个剧情，但是我觉得他们这两个剧情对有这种共通的感觉，就是我也觉得，反正。因为一开始就是我们不是在那个幽冥城周边打的时候，就是打得很激烈嘛。结果进了教堂之后，我一下子那种反差感，让觉得进到了一个非常就是 peace and love 的地方。虽然说地上全是那地方的装修风格和雷亚卢卡利亚那个魔法学院也很像。哎，对，这也是一个对是的，对。结果证明他是这个雷哈娜的老师，雷哈娜拉拉达雷的老师。但是 anyway， 就是一开始他跟你说话的时候也会觉得哇智者，哇太喜欢了，男妈妈。他其中有一个那个视那个视频、嗯、那个文案我太喜欢了、写的是让法师要学会去爱爱宇宙这样你才能成为大亲爱的星辰。对对对对，哎呦哇，当时我截图给四十二看来的，当时四十二就是、捏着一个小手的那个、对对对那个护符，跟那个意大利人手。没想到、啊，就哎，我要说什么来着 ？OK， 就是等你拿了他给你的一个口哨还是什么，就是有点怪、他让你去吹一个东西，就是吹那个扁条体结石。然后你就进到了第一个和第二个指头遗迹，当然那指头遗迹的。地图确实是很空，这个被大家骂是应该的，我也觉得特别空。但我感觉它也许有某种演出上的作用，就跟尖刺山的那种空一样，让你感觉到一种静谧，但是又很怪异、很 weird 的那种。是的，是的。又空又大又静谧又怪，完了你就在那个指头遗迹里，那一边都是那个小鳗鱼叫什么来着？巴木鳗。啊。对，还有长出来的手指头在那。指头的簇拥中要吹响一个怪异的跟一个怪异的笛子嘴对嘴，然后整个过程就是有一种美但就是恶心的感觉。就那指头遗迹的那两条线，就是你把所有的遗迹都弄完你要回去交任务的时候，最后打完最后一个指头之母的 boss， 这里我们是可以讨论剧情的，可以对吧，就是来说这个的。就是进到那个指头之母的那个 boss 房里，然后看到他那个怪异的，尤其是胸前那一块的这种密麻麻的在生小指头、那个应该是他生殖器，也就哇真的是 OK 太怪，但是太好看了。我不知道他怎么形容那个世界，就是整个他给你的感觉就是那种你在探索宇宙，但是这个宇宙实在是太怪了，实在是太难以说清楚了，所以你就理解不了、对，但是最后又就出来之后，因为又跟那个另外的两个 boss 打嘛，就是那在那个教堂里打，又拿到了好多装备，在看装备的那个具体的解释，然后你大概猜到这个故事可能是这样的时候，那一瞬间哇整个人都通畅了。八号这段你没玩太可惜了，那我回去玩吧，因为这块是血缘相关的。对对，你跟我说来着，我看的那个美术确实是他那两次指头遗迹，我甚至觉得从设计角度讲致敬了两次噩梦前线。
就是拿那个扁条体结石，哦、找阿米格达拉把你攥住，然后你进到、捏走那个。对，嗯、然后哦，对我其实更喜欢这种。对，嗯、然后尤其是最后打他的时候，就打那个人形的那哥们的时候、他胸口也长了一个。和那个指头之母的生殖器一样的生殖器出来，对对，而且我跟你说，最后你拿到他那个衣服的时候，那个衣服改一下款就会变成，是吗？这我真不知道。对对，你可以变成什么？因为咱们变成胸前，你那个衣服就变成胸前全是那个指头的生殖器，衣服可以改，有点恶心的那个，他衣服都可以改，衣服是可以，我不知道改完还能变成这样，我惊了。嗯，我那你玩相当细。我那天我去找安老师，他在那规划路线呢。我靠，就是我从来就玩这游戏，我就是凭直觉往前走就行了。他真的在，就是他跟我说这块我还没打，就是准备去打这块我还没打，就是他把每条路用哪个就得这么玩啊，魂就这么玩的呀，真的假的？真的呀，做那个幽影地旅游指南脑图啊，就是图啊。你看羽毛速通的时候，右边那一排第一步几分几秒，几分几秒，几分几秒。哦，安老师，你是这么玩的，真牛逼！但是这回真，我你别了，你快打。经常玩游戏最好的就是你了。你怎么骂人呢？你怎么骂人呢？你们是觉得空不好是吗？我觉得空比那个一堆石锻造石一好。不是，不是锻造石一的事儿。就是你不只可以塞东西，嗯、你可以塞点怪呀、啊，懂我意思吗？对啊，或者是解释一下剧情的东西。塞了一堆巴姆蛮那玩意儿、啊，不是巴姆蛮那边就是、哎、真的很恶心、啊，你真胡塞胡塞胡塞。但不过我认可八号，我认可八号的说法，就是如果你没真的没办法再好好做了，就只能塞点乱七八糟的锻造石一和二的话、啊，那相比起来，我认为空要更好。对你啥都没有，至少空能给我感受。嗯，对我还会想想为什么哭，是的，就别糊弄我啊！对 对, 对，就我上那青蓝海，我说我操，太美丽了，青蓝海，你逛逛吧，跟找老乡聊聊吧，是吧？什么、嗯？听说这儿还有那个什么，操，修理爷跟托利娜的，我说找找吧，加点油吃个饭去，是吧？这个妈逼，就海岸旁边有点指头，有条龙，有傻逼龙、啊，没了，啥也没，连个豹子都没有，一直走到大坑。哎有一个咱们的老朋友，那个幻生船啊，对对对 对, 对、哦，我看是那个死根那个日了，对，是掉死根那个，然后他还会那个在死根在那梯田的上面来回瞬移，操，就气人，亚人女王啊，嗯，还有一个舞者，亚人女王小岛掉那个连星剑，我操。你玩个啥？你是那个亚人剑圣，亚人剑圣、哦哦哦、是那小剑圣。尤达大师，尤达大师，那个剑圣后面有亚人女王，达大师带血条的，带 boss 血条的，打死之后给连星剑，给连星剑的那个吗？啊，他不知道，他没去。哭不过确实整体还是空，是空，空就是吧。嗯，那你放，你好歹放点。那你既然说到青蓝海岸了，你接下来说说你是这个托利娜锋刃这件事吧？我操，我纯托利娜锋刃，太爱吃这花蜜了，哥们儿，我剧情都走完了，我又吸三遍，太甜了，这托利娜，太乐意吸了，我操，纯上瘾，就让那修理爷看着，操，你以为就你能吸是吧？哥们儿吸他妈多少回？哥们儿他妈给托尼娜做干净了都行，你躺着吧，缺逼、啊，还砍我，操你妈、啊！那段真给我惊着了。但是我要吐槽的点是，你要去就大洞那一段，啊，就是要从这开始说，对啊，去大洞那一段不是要过一个巨粪的那个狙击的那一块？哎，我第一次看见那个小拉猪。拉猪怪拉猪怪还挺亲切，哎呦，那飞拉猪是最胡逼的，飞拉那个就他妈你走着走着躲，然后后边有爆炸拉猪也就算了，叭过了一个，就感觉有人拿那拉猪撇你，太恶心了，怪脏的，操，真巨烦人。最后终于到了，然后那个终于到了，我们到达目的地了，目的地了。一跃而下，然后就是特别有神圣感，就是感觉玩战神二，就是你从那个天上跳那种感觉，到底下孤儿就出来了，打那幻尼那叫骑士，幻尼荣尼骑士，是你说就是那个孤儿骑马的孤儿，纯恶心，那逼怪真太烦了。哎，但是你看他骑在马上的骨头，他是一个一堆白金之子的骨架拼起来的。我操，这个也有隐身，我后来看了。
就是为什么这儿有一个容易不能光作弊啊？光作弊，光作没有光作弊，作弊也作那白金之之血来着。那个谁也是白金之子，那个骑猪那个、老将，对，他和他的猪永远不分开，对，因为他没有腿，因为后边有一个那个白金之子嘛，嗯，暗示打了给了一个狂暗示你啊，这个就是我觉得他简化掉了好多东西，就是为了告诉你，哎，这跟这有什么联系？已经很粗暴了，做的已经特别粗暴，很清楚了、嗯。但是对于我这种就是真不愿意细抠的人，你自己看粗暴一点，你还、你也能懂，是啊，你感觉自己还挺聪明，嗯。反正就打完荣尼到门口还看躺地那修理爷，修理爷看修理爷，修理爷是一太宰治，我觉得挺有意思。当时活着好累啊，一致认为那段就是制作组恶趣味，那段就是你把那个惜蜜这件事想成别的事儿，你自己体会一下。对对，真特傻逼，就是因为就是到了第二回也不第三回，你醒了之后，那个修理爷急了，急了，拿着你不许点那，不许再瞎说了，说不许你说，明明是我先来的，是吧？重点是把他打服之后，他还没辙了，他没辙，你再关键你再来一次吧，弱，你知道吗？对他特弱，你那时候纯当黄袍，真让我觉得制作组真。巨恶趣味，这期还能放出来吗？能放，能放，能放，太难剪了。就你真的不剪了，就干脆至于吧，真的不至于让修理爷这么的可怜吧？不要吧。然后他妈被你打服了，还说啊，好吧，我永远不会原谅你，但是请你告诉我，托尼娜到底说，这好可怜啊！然后托尼娜睡粉吗？不就是说白了？托尼娜，关键是挺不耻的。安老师给我补充了一点。修理耶当时不是说在梦中听见了有人跟他说话吗？对，但他其实那个时候，跟修理耶说话其实是米凯拉。啊，我是这么觉得的。之前我跟月月还研究过这个事情，就说其实根本不是托里娜跟他说话，就是修理耶说他觉着那人是托里娜。但修理耶不是已经打破了魅惑了吗？那个时候。哦，是这样的，我可以补充一点，这个是月月的研究成果。就有一天我们俩吃饭的时候，就是研究这个事儿来着。月月说，你看修理爷的服装，他有一套那个全套的装备，是因为他喜欢托丽娜，所以制作的这个全套的这种，这叫什么呀？小周边，托丽娜小周边。对对对，然后对托丽娜骨子，完他那个发型，他那个发型就说的是按托丽娜的，就是。发型制作的，但是修理爷的发型是编的麻花辫儿。哦，那个三股麻花辫那是米凯拉的麻花辫儿。那托丽娜没有麻花辫儿，托丽娜是紫色大披肩、大卷发。这个，所以其实修理爷在梦中看到的、听到的是米凯拉。哦，他以为是托丽娜，其实他看到是所以他听麻花辫，所以他听到托丽娜的话是要杀掉米凯拉这件事儿，他反应才那么大，因为他听到的以前的不对，对，冲突了。这个我们加一句啊，这个水印啊，这是月月老师集合网首发，这纯月老师自己哎，这亲自做这节目，真牛逼，牛逼！当时真我听完就惊了，真震着了，我操，修理爷更他妈惨了，修理爷真哦，你是那种带入苦主那种，我操，对，虽然自己扮演的是那个黄毛，就我当时举着我那两把大十字镐给他干趴下的时候，我真觉得自己特畜生。但还是下手了，对，他成为托尼娜锋刃了。完了之后，你第二回给打趴下了，你接着又吸去了。该作还是作，该作还是作，一边哭着一边。那你最后看托尼娜死了，你不伤心啊？作都作够了也无所谓。等会儿他不会不知道托尼娜死了，你哎呀，哦，你还没打完，你没看打完了以后没回去是吧？你还没回去看一眼是吧？哦，我等会儿打完他们谁啊？米卡拉呀，打完最终 boss， 不去，你不去就没事儿。对对，我操你，萝卜，我真哎，你都来这期节目了啊，咱就是一个这个剧透节目。What the fuck？ 你自己被我透到了，没办法。不是，就是我觉得这也不算剧透吧？你都已经把米卡拉给打死了，也不是打死了，就把他给打了。那托丽娜他是一体的呀，对啊，他肯定活不了了呀。对啊，哦，你还能捡到修理爷的脑袋呢，做一口。捡了他妈什么帽子？应该是还是一身衣服呀？捡到脑袋真太好！捡到的不是、哦、是捡到了一朵托丽娜的孤花，托丽娜的孤花，他那个小花就落地了，他那个小脑袋归、哦、你了。哎，当时就是再延伸一点，当时看那个安老师推荐的一个 UP 主，就讲这个托丽娜，
就其实哦，对对对，夏夜荒原非常推荐，非常推荐这个的环学视频吧。他是就是自己去挖的那种感觉，嗯啊，然后在咱这节目不是那种深入挖掘的那种，咱就是茶话会啊，对 对, 对，就是浅浅的茶话会，我是最茶，我是这在座就是聊着最茶话会，这节目没有任何的这个挖掘的这个任务在，没有，我也茶话会，我这还喝着，但是确实月月挖的挺牛逼，反正就月月老师那会挖真牛，挺会挖的，挖呀挖呀挖，对，然后反正就给你们俩科普一下，就其实托利娜。他那个教派就其实挺罪过的，就是他其实很多的时候都是在隐身，就是你看托利娜他去吸引自己的教徒，在本体中就有体现，他有你会捡到一些剑叫托利娜的剑，上面其实是荼毒的盖利德的啊，他描述是怎么样让你成为信徒，别人都是说你加入我们这个信我们这教吧，这个这我们教会好，托利娜这个是拿这毒箭射人，就给你扎了，扎晕了，你就嗨了，你就逐渐开始依赖了，包括到后来你捡到托利娜那护符还是剑什么的，是一个类似针管的东西，这是修理液的剑，修理液的最剑最后得到的是一枚叫什么修理液的针还是什么，它就是隐身那个针筒，其实是一个，这是一个禁毒片，这是一个禁毒片，就是其实托利娜她从一开始她去吸引自己这些教徒的方式都是错的，为什么她是一毒花，就是在隐身毒品这个东西，是一个，然后修理液就是一个克大了的一个隐身，对，他 overdose 了，对，对，所以托利娜这个教可能从一开始就不对，也是托利娜那个属性到点满了直接死了，特狠，急死，所以你嘬那个花蜜最后是嘬完就死，嘬完就死，嘬完就死，对，但还是忍，还是你是不死人，对，他其实隐身了一些就是禁毒教育，禁毒教育意义在的，挺好的，感动，然后这个都是从慢慢看慢慢挖掘出来的，然后还有就是刚才我们提到那个 UP 主，我们又看了几集啊，就是说就是一半蝎子一半蜘蛛那个花蕾圣母最菜的那个，对，最菜的，当时在宣传，菜真是太菜了，那个宣传片里都有他，其实当时是一重点，我感觉后来感觉是因为赶工期，我觉得他这角色就这 boss 就是有点赶工，他很多细节都没做，这 boss 其实有故事的，哎，但是完全没有，故事很深，对，哪个 boss 没故事、啊、他为什么花蕾教堂在他们烧树前面，为什么他是守着烧树的那个 boss，他其实你前面铺垫特别少，你就会发现搁外边走着走着，哎，搁老府走着突然进到一全是星空腐败的一池子里边，对，再上一楼就到了，就为什么，因为什么来着了你怎么回事啊，不是，他其实想说的是老府古遗迹他供奉的是腐败女神这个外神、哦、那腐败女神也不是一个坏神，虽然说他虽然名字不那么好听的表现，对，他的盖利德表现是腐化了一切就只有腐败了，但是他原初应该是一个好神，所以在幽冥之地的极物虫才会没有攻击性，然后他们会做那个比如说腌制龟颈肉什么腌制抗雷干、啊、什么那些东西，腌制在老虎谷遗迹就是腐败、嗯、对，然后那个木耳不是也跟极物虫是好朋友吗，就是动物的好朋友，然后他是有最后你拿到他那个铜绿那一身装备的时候写的是铜绿、虽然说是就是等于说铜绿是金属的腐败嘛，但是他也带来了延展性、嗯、就是这些腐败的东西它其实是有好处的、氧化是，但腐败女神她遵循的应该是就是生和死，死完了腐败再滋养新的生，她是遵循着这样一个人就是一个大自然的规律，但玛丽卡当权之后她就把死亡夺走了，从自然的规律中剔除了，所以腐败女神等于说她就没有办法遵循这个，反腐了，就所以就没有办法，对，就没有办法循环了，所以腐败女神最后就变成了一个只有攻击性的腐败，只能去猩红腐败了、嗯、就这个是真的一巨大的补充，太牛逼了，这个补充特别好，而且还有一个细节是木耳来的时候他可能有一句话说的是他当时不太懂，就是大家听不懂他说什么、嗯、说明他是从外乡来的、嗯、他从外乡来的地儿就是我刚才吓我一跳，老虎就是老虎，怎么了，刚才那音乐那配乐就是现场版有人鼓掌就当时他信奉的其实是腐败女神、嗯、啊，所以他来到幽影之地的时候
有一些沟通不畅、嗯、但你看木耳跟吉务虫们都是非常友善的，对，就是信奉腐败女神的大家其实都是非常和善，其中一个吉务虫还得奶他呢，不是坏人，还得拿温热石用那个哦，用温热石、嗯、我记得是用，最后你不得不去打木耳的时候他会朝你扔那个腐败壶，对对，大腐败壶，大腐败壶，对，所以说明他其实是信奉这个原初的好的腐败女神的、哦、而且木耳性格特别好、嗯、我到最后的选择我都没有回答他，因为我想让他一直活着，嗯，就是如果你最后选择什么都不做的话，那木耳会一直在那待着，就不用跟他打了，不用，不，我不是不想跟他打，就是我想要他那身装备，但是我想让他活着、啊、行，你都玩这么多魂游了，能最后能活下来有几个人啊、嗯、确实能活下来不容易、嗯、是吧，当真有感情那最后一场 boss 战我觉得是这个 DLC 的神来之笔，嗯，虽说很多人认为这个 DLC 里的一些人物有点过于工具人，过于扁平了，但我觉得还好，尤其是短短的一个小小小的体量里就把每个人的这个性格和动机讲得如此的鲜明和清楚，是是，我觉得最后打起来还挺让我难受的，当时打起来、哦、因为这里边有很多我非常喜欢的人，你是说那一群人上送死，对，就那个、哦、就一些非要跟你打一架、哦、那个、哦、因为其中我最不想打我最喜欢的人就是这个雷达，哦，你最喜欢雷达呀、啊、我是米凯拉的锋刃对不起，哦，我不想打那谁，哎，不对不对，我是特别喜欢老叶问老兵，不想打叶问，恩帕赫，哦，太优雅哦，好多人喜欢安帕赫，是不用打安帕赫，可以跟他一伙、哦、可以跟他一伙，所以我当时可以跟他一伙选择跟图书馆就是帮安帕赫打雷达、嗯、那我帮雷达杀安帕赫了、嗯、我操你真完了，咱俩嗯咱俩干不到一个，我喜欢雷达呀、啊、我后来哎 DLC 还搬了我一个刻板印象、嗯、我一直被蒙格就是、嗯纯虎逼，怎么那么多纯虎逼？我一直以为蒙格是蒙格等于喜字儿，喜字儿，我操！我以为谢谢君，我一直以为就是当时安老师给也是给我们联机的安老师讲的，就说蒙格他那个、嗯、我怎么这么爱讲，我都不记得了。他 qualify 他纯觊觎那米凯拉，缠身子啊，缠身子、下头男，就纯下头。OK， 最后发现是不是啊？哦、oh, ，sorry， 蒙格，但是我是觉得他并不是那个网传的那么英勇，就好像跟那个蒙格特，就是网上有人一开始这个 DLC 出的时候，对，有人说什么蒙格啊，就是说他们老葛家啊满门忠烈什么的啊，蒙格我错怪你了。其实我觉得并不是，他只是一个枭雄，他也是想建立自己的王朝嘛，嗯、对，他只不过就想利用米凯拉，就是当自己的神。要让自己、啊、被反向利用了，对，但是只是被反噬了而已，没想到这小蓝娘还挺牛逼的。蓝娘这个说法我觉得 不太合适对米凯拉这个人来说、啊、我操你真是我的真是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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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米凯拉那张脸最后出来之后我觉得还行啊，哎，就真的就是什么挺什么什么这还行，就是没有那么娘啊，对，没有那么娘，嗯，而且哎呦我靠这高的、啊、这而且说他男娘肯定是因为他跟托利娜 是一个嘛、啊、那这么说拉达刚也是男娘，但人家就不是嘛，是吧？拉达刚，想不到是吧？太恐怖，他俩分开了吗？最后抛弃了吗？把爱抛弃。大家说男娘是因为米凯拉那魅惑哦，所以是、啊、只有男娘才能魅惑人啊，这我真不知道，听不懂你们说啥了。这段要不都剪了，感觉不能播。没事没事没事，好男娘危险，不聊男娘，聊这个雷达。雷达让我觉得特别性感的一个地方是哪儿呢 ？What the fuck？ 性感，就是这个西蒙式的性感，就是特别，就是一个对一个所有好的东西的捧称。哦，你这话说明白啊，你这个，我操，我操，我操，西蒙说的，你这来这上班这目的不纯呢，我操，缠人身子，被西蒙魅惑，大毒恩是吧？然后。就是哥，我想起你的视频了，我也想起，我也想起视频。就是你打败那个雷达之后，拿到他那把剑，那把剑上说上面有血味，永远擦不掉，就是性感啊！这事儿太性感啊！这不是一种化学的这个原理吗？这是一种精神上的问题。那个血就是擦的，那把剑仔细看上面没有血，草加雅人。又来对吗？对不对？剪吧，剪吧，剪吧，血擦不掉。对，行，可以啊。就是还喜欢妈，他总干这种事儿。雷达已经不是第一次干这种事儿了，杀这个同僚这种事儿，哦，杀多了。你怎么那么欧、啊？但是他不是心里，他心里不是就是能一直就是没有芥蒂干，但是他必须得干，因为他是米凯拉的这个
你看他行事风格你也知道格里菲斯那种感觉的，他就总得替格里去米凯拉去杀那些意见有点不合的人，你我疑似你有点不忠诚，我疑似你对我疑似你对米凯拉有点不忠了，对对对，然后他就总得干这种事儿，干完之后时间长了他心里也难受，他就总觉得那个剑上有血味擦不掉，但实际上剑已经干净了，我操，你想想这个格斯吗？你想想，别别了，这个那个格斯是那个老大，老大老大，对老大更接近格斯，对，这不是格斯散布在这游戏全部角落每一个地方，黑大，我操，法兰布斯队什么的，对。那还有啥？我想哎，想说什么来着？哦，对，最后其实我特别期待的最后是米凯拉要找那个葛德文成为他约定的王，然后他们两个之间有一段故事，因为在本体他俩互动贼多，暗示，对，一直在暗示，像什么黄金墓碑那上面写的什么哥哥啊，对对对，希望能正确的死去什么的。我想说，哇，这也太萌了吧，这也太。最帅的儿子和哎不是最帅的儿子怎么说就是你知道我觉得什么都克只会害了你什么都克只会让我营养均衡就是说那个葛德文那么帅的一个人虽然也没有知道不知道他正脸长什么样长成那样了已经但是总觉得应该有点剧情然后把正片里他们两个之间的关系圆一下结果后来弄了一个毫无关系的拉拉恩你不觉得很滑而且还最后硬补了一段回忆对特别的失望我虽然我很喜欢这个 DLC 但是我真的非常的失望因为拉塔恩跟米凯拉完全无法萌起来就是从游戏设计的角度讲拉塔恩是一个已经使用过的一个 figure 就是你看那个形象拿两把大刀、嗯、然后大将军这个东西你复用了等于是但如果你是用葛德文的话似乎就合理多了嗯，我也觉得安老师说的对我当时想是不是因为拉塔恩可以飞天大操所以就决定使用它作为这个不是因为拉塔恩就是人气太高了吗我真巨但人气高的可多了但是他们家不是这么干事的啊对啊人气高反而要灭灭人气啊比如魂一的时候端水本片就说亚尔特六斯有多牛逼多牛逼多牛逼、啊、到了 DLC 其实都不是他干的他已经被腐蚀了人没人样了、啊、你把他干掉然后你去干那些事儿这是处理的非常好嗯、尤其是哥德文你这么一来如果没有法环二的话可能再也不会有哥德文相关的没有二了就甚至我都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就是你告诉我他长什么样也、哦、你就想知道他脸是吧你回去看那个无名王者无名王者的脸吗可能长那样哦，一个那个谁那个葛文德林扑在那个无名王者的后背上大概他是那种小魔女我太喜欢了我跟虽然说我没有玩过、那底还激透了但是拉塔那驴马这是马驴我操但是葛文德林真的太好看了、啊、我也喜欢葛文德林嗯那是真正小男娘、嗯、真正的蓝娘不米凯拉也是男娘为什么你们要否认米凯拉是因为他把女的给排出去了那不就更是纯粹的小孩子、啊、排出去就是莫莉娜哦，不排出去就不算男哇这事哲学了都算我排出去算那一身轻松米凯拉算不算排出毒素一身轻松人格排泄了潘露云海潘露云海行赞助我啊、嗯、插不上话那这个环不是我觉得这游戏吧就是虽然我玩完没什么感觉了但是刚玩的时候就是那个就是大家哎感觉又一起有一个共同的这种、哎、对对对对是吧是吧讨论的那种、啊、对我就想就是你这说一个、嗯、当时发售之后俩星期之内真的就是你跟每天跟大家分享就这点事儿就这点事儿跟上学似的今天去哪儿了、嗯、今天什么进度了、嗯、今儿遇着谁了、嗯、打败谁了、嗯、特逗当时那个郑哥就是休假就我们设计老师、嗯、休假巨喜欢艾尔登法环、嗯、他喜欢 FS 系的所有东西对、嗯、所有东西、嗯、然后结果他休假的时候他在日本、嗯、他玩不着、嗯、结果给他们工作群什么全退了就留了一个群因为他们那个我们另外一设计老师就老逗他说我操你知道吗那个我操托雷纳就是那马是一人就是你看的是西游记吗然后结果托雷特但是结果他们但是是托雷特、啊、托雷特
然后说那个说完之后，那个设计老师直接把群给退了，一直憋到回来。脾气这么好的郑哥也对绷不住了，郑哥真绷不住了，就什么也不听，什么也不听。后来去妈的集合网，对，没一个好人。后来等他回来了，我就跟那个另外一摄影，我说今儿操到他妈那个梅子沫了，就是干他妈梅子沫。郑哥过来给你拳，郑哥直接走了，郑哥变成蛇咬你一口，郑哥直接走了，就是完全不听。他真巨喜欢，但是我要说什么呢？哦，我也不就是那个状态两周，然后之后我就出差了，就不是刚回来吗？出差离麦克风近点，出差一个星期，回来了。然后昨天晚上又开始就是往下推剧情嘛，然后我突然发现这个 DLC 或者说魂系游戏真应该一口气玩。没错，真你要是我昨天就遇到了一个情况，就是到劳佛的时候它又空又大，然后我就有点八号那心思了。你一退一段时间，你就得重新开新号玩了啊！真的啊，真的续不上那个，你就你那个感觉就消失了，嗯啊，就有点想追进度了，特别不好。嗯、当时每天回家，就是我操，我今天能玩俩钟头，而且我今天不多玩，我就玩俩钟头。防沉迷是吧？防沉迷，你每天吊着你自己一点，因为你感觉操，多玩一钟头少一个钱，就这感觉，玩通了就没了。啊、反正我得玩二百多个钟头，是对真的。他这就这个现在这个年代有这种效应的游戏就没几个了。那倒是，我跟萝卜第一次交流这游戏是我说我操，大伙人过来把我的 NPC 一脚踹死了。我所有 NPC 就是那个维纳，就是第一个给你介绍那个说碎片啊，那个柳条人跑过来就被我仇恨拉过来，我刚想跟人说话，一脚全给我踢死了啊！真的吗？啊，对，然后坐火又复活了。啊，所以说明考虑到可以复活，他本片就有这个设计。那个狗，那地方盖利德，我知道盖利德有小窝，啊啊啊、对对对，就那个会被狗一口咬死，被狗给咬死，啊、对、啊，也会复活、啊。哎，但是我跟你说，本片我的那个拉雅就是蛇人小妹妹，啊、我都已经玩到她最后的结局了。最后她有一个好结局，是她要给我一封信，然后她就远行去了。啊，我都已经要等到要拾他那封信了，就在那个小他在那个火山馆里的一个小屋里，结果从他妈窗户里冲出来一个铁柱女儿。啊，很有名。然后抡就把我拉雅抡死了，然后最后他就死了，最后给了我一个什么什么迪迪卡之祸，就是一个狗屁没用的一个护符。对对对，然后我就想说你这角色不关键，所以就死了。我操，拉雅，拉雅说本片最喜欢的角色，多可爱、啊！天，但就是可以死啊！那倒是，是，对吧？他跟那几个这么可爱就用来死的吗？我操，真的太触了！天哪，我太难过了，我都快气死了！比老头死了还是伤心多了。那拖到最后吧，就是这个关于这个米凯拉这个最终 BOSS 这一块，我其实当时玩完之后。但是我比较特殊，我跟他打了十个小时差不多。萝卜在那练，因为我练无伤，我练无伤里面要。然后这其中包含有四五次我被他给抱起来了啊他在我耳边就说给放呀，说这个接下来咱俩呀就千年啊，咱们就一块儿啊，咱一块儿乐呵的把这交界地弄得特好特温柔。我就把他把我放下之后啪就给我砍死了那个拉塔恩啊。对，我就觉得那你温柔对我呀，倒是你不温柔呀。然后但是第二次他拉坦妒忌了，抱了我两次啊，你就死了吗？落地之后还给我情感动作呢，那个对他有一个向你倾心的一个情感动作。对，哦，是吗？对对。然后但那个打过 BOSS 也也给是吧？对。然后我就觉得，操，不也挺好吗？我为啥被当着尔登之王啊？对啊，就是你最后发现米凯拉这理念挺牛逼的嘛。不，这里我觉得我这里有一个特别不成熟的、非常不成熟的思考，就是为什么我一定要去干掉他？或者说为什么米凯拉这套东西不能成，他是不是有一种特别西方的那种所谓的自由意志的思考在里头，就是说如果我觉得你想不是，我觉得是他们家的游戏就是个打怪的游戏，所以所有东西都得打、啊、就得砍死是吧？对，那为啥不能给我一个选择跟他走的这个选项呢？是因为他就是没有、啊、没做嘛，偷懒没做呀。这个 heart stolen 这个事儿，就是说是不是就是不能靠这个心灵控制来实现完美和谐的世界呀、啊？嗯，我觉得就是他那个 heart stolen 就是像一个，其实也就是某种意义上的一个颠火结局一样、啊、只不过这个世界全颠了，和这个世界上 全被魅惑了也没有什么区别，大家都没有自己的意志了、哎、对，我觉得要站在更宏观的角度去 看、嗯、他家这个游戏他不走特微观的那个东西、嗯、就他的是不讲细节，他只能讲那个特宏观的故事、嗯、是啊，就特期待他们做个不
能做不打架的。你看，你看你魂一，你魂一，是魂一吗？杀完那个葛温，然后你不是选深海还是？深海，杀完就是黑暗或者点火。对，黑暗盗火，嗯，大蛇、船火，嗯，深海吗？深海魂一就俩结局。啊，是那魂三吧？魂三分几个？就反正你只是一个推动历史进程的棋子儿，怎么着都得进入下一个时代，进入什么？我当时就想。玩本体的时候，我说谁他妈选电火？那不是只有疯子才选电火？嗯、然后我后来一想，操我，它不是一种怪奇是怎么样的？就是它只不过是你是以哪种方式推进到了下一个时代，嗯、下一个时代是什么样？嗯、你甚至这个时代，就刚才我们说，你在无上意志面前都不算什么。无上意志已经放弃管理对片地方了，你有他无上意志有这么多个地儿要管理呢，你尤米尔你跟我联系不上，变爱心区了，你别领导说了，对对对对对对，我操，一会儿真没了这节目，没事，这可以，就无上意志没说别的，无上意志就无所谓了，就是你说我有那个无上意志着急吗？也不着急，我他妈那么多交界地呢，我要管呢。你这交界地进入什么时代？所以我觉得后来就说无所谓了，你是群星时代对吧？你还是电火，你还是黄金律法，对，真的。当我玩完 DLC 知道。尤米尔这条线跟无上意志的关系之后，嗯，我真觉得就是爹也挺好啊。你玛丽卡什么都不是，玛丽卡就是一打工的，嗯啊，给打工的打工，打工的打工，对啊，你说白了，无上意志才是最牛逼的那个，是，那肯定的，什么都不是，屁也不是，你褪色者，你屁也不是。所以反过来说啊，在你说完这些之后，我就跟着米凯拉混了，我米凯拉梅瑟莫还有拉卡恩，我们四个周末打打麻将，是吧？放假了，我抠个眼珠子啥的。放假了，我回那边看看我们家拉尼去，看看我们家小梅去，对吧？听狗也不咬人，也不吃人了啊，对吧？怪韧性也下来了。我就天天打，可以磨磨刀什么的，怪啊！我就往那个屋里我一宅，我天天做点花蜜，我就对呀、啊。你去跟你的那个，我就托尼娜过日子去啊！我跟托尼娜过日，俩人就睡觉，啥也不干，真睡觉，睡觉一睡睡一辈子。旁边修理野草给我们端茶递水什么的，对，想每天想杀了你，但又就杀不了你。我们深坑一待，对不对？对啊，去建点房子什么。就我也是玩完尤米尔那条线之后，我就转过来在想，我为了啥呢？啊，不也挺好吗？对吧？我跟谁较劲？就是跟谁较劲？跟谁较劲？我跟谁过不去啊？啊，对不对？我线都切了，托利娜想怎么过就过，对吧？俩人有事没事一小哑巴。行，说什么他都得听着。行，受不了了。好，本来还想本来想聊聊什么样的人，聊聊别的游戏，时间差不多了，就这样吧。这啊，别，给大家推荐那个六角疑云啊，六角疑云，说两句吧。就是那个小马岛和那个邪恶铭刻那个作者的2018年的游戏啊，但是今年才刚有的中文啊，就是汉化组，反正作者联系的汉化组吧，我不太知道，但是汉化质量非常高，然后特卖才7块钱，我就买了，是个 Meta 游戏，然后就是我给你截图那个里面出现了你的 Steam 评价那个，就是这个游戏就是我玩过小马岛啊，有点给我整伤了，就太 Meta 了啊，对他。这个小剧透啊，就是因为你只要说这游戏是 Meta 游戏就是一种剧透了，但这游戏好像没那么怕他上来摆的这个他那是个，我觉得安老师可能会感兴趣，他是一个在一个旅馆里面酒店，就是一上来有个人给这个店主打电话说今晚会发生一场谋杀，嗯，然后这店主就说哦是吧，那个我们就来看看今天是谁来干这事儿，然后呢这个酒馆是一堆失业的游戏角色在里面喝酒，然后他这个世界观失业游戏角色，对，然后他这世界观就展开，就是说游戏角色是客观存在的，就是他们只是去各个游戏里打工，就可能这个他之前在这个里面，在这个怎么说，在这个平台跳跃里面演一个平台跳跃的人，然后这游戏不运营了，然后他就去一个 RPG 里就是当主角去，或者当 NPC 去，就都有可能。然后他就是这么一个世界，然后每个人失业的这个理由呢，各种各样。然后他这个里面有梅瑟莫吗？我感觉他要没有，没有失业了。这游戏的画，这个美术特别的不怎么样，是那个 Flash 风格，就画的很粗粝。他是故意的，但是真的有点影响
他这个卖相，反正之后能干嘛呀？梅子墨能养蛇，抠眼睛，玩蛇，干烧烤嘛，烤串儿。对，他那个蛇为啥非要从两腿之间穿过去？我觉得这是一种，就干烧烤，他那骨毛，地狱八连刺，穿一下穿八个串儿，然后就给你烤了，也挺好。我接着说啊，然后这个六角鱼的 Hex 还说下去呢啊，他模仿不是他这个戏仿了很多类型，就是平台跳跃、格斗、RPG、战棋、结构。不太解构，他就是他通过这些类型揭开的每个角色的记忆，然后他最后串成一个故事。但这个游戏它其实 meta 的地方是最无聊的地方，就它好的地方是它这个玩法和叙事的结合，比如它里面有个格斗角色小剧透啊，就是他改行去，他不想再打了，他改行去做当烹饪游戏的角色了。哦，然后但是呢，去梅森伯去干口，2024最佳口白，挺好。然后那个有一个外来人就说你必须得回去，就是算个小反派吧。然后他就说我不回去，但是在这个争执过程中的失手把教他做饭的老奶奶给打死了。但这个整个过程是你操控的，而且你是不得已，不是就是你是不经意间打出这个操作，因为你还没习惯那个烹饪游戏那个操作呢，你还在那格斗呢，一啪一拳把老奶奶打死了。就是他这种他用玩法来讲故事的点子都特别好，甚至他包括他 RPG 他故意做了一些就是让你觉得特别长那种老 JRPG 特有的那种，就是你一直在赶路，然后音乐特长，对他这些全都做出来了。然后他整个故事最后悬念就是谋杀这个事儿，他收回来的这个方式也很好。然后他最后这个 meta 虽然有点漫长，但是他最后整个的演出以及他这个故事是怎么和这个现实结合起来的也很有意思。反正就是推荐啊，就是没什么别的，挺好大家一定要玩。叫什么六角鱼、啊、对 The Hex The Hex。 他会读取你的 Steam 数据啊，对，他家游戏就这样，里边找一些这个你的好友什么的出来吓唬吓唬你。对，就是我那玩着玩着，那平台跳跃跳到一个跳不过去的坎儿，我就习惯性往前跳，咣叽出了一个 Steam 评论，我就站在上面，是我，然后上面是萝卜的头像，对，我的 ID， 我的头像，对，然后我就赶紧截图。哦，是这种 meta？ 有更多有更深层的 meta， 就是这个有没有意思分人，我是觉得还行，有人觉得特牛逼，有人觉得巨傻。但这种东西就是挑人，萝卜肯定是特讨厌 meta 游戏的。也不是，还行还行啊、哦，是吗？你不是说啊？现在还行，以前啊，他现在剪节目，我有的话说了也没有用，说的我跟什么似的。哎，他是无上意志，就我没对无上意志。现在也不是我剪了，哎、知知现在是别人剪。我想说，你知不知道评论区有老多人喜欢你们俩？怎么聊这个呀？突然，他叫罗巴组合，我记得。谁们俩？我俩。也、yeah, yeah, yeah. 我俩一共没录过几次节目。安老，我俩确实合作比较少。安老，你知道那个合作太多年了，罗巴是谁吗？啊，罗巴是谁、啊、是 Apex 里边一个特别性感的角色，是吗？哦，是吗？我不知道、一个小偷。你们俩就让我完全。这期节目咱就到这儿吧，好吧？这个为什么强制？这个话题没什么可聊，我觉得你们俩纯直布罗陀加他妈的哦，对，还最近玩游戏同性恋，给大家推荐一下那个哦，恋与制作恋在一起，那个过两天可能会剪一个这个切片出来啊，可惜那个直播回放的那个窗口太深了，赶紧剪吧啊，非常效果非常好，然后因为有机会的话咱们再播一次，机组狂有人问是吗？能不能再接着播？但其实我觉得那个节目的核心在于。秃子和那个麦克拌嘴，对，咱俩有没有？好像不是，其实都得有。你纯他妈白内障，你真路看不清楚八号，你要不换电脑，你要不是换眼镜。好的喜剧得有两个这样，咱俩就是局外人。对对对，而且他们评论区老说我操，萝卜又救人了，哎，那是真的。萝卜真引带领大家狗屁，就是这么回事。大家回头看那个直播就不是看那视频就知道具体是咋回事。那次直播效果非常非常好啊，等不及的可以先去 B 站搜那个直播。回放，这期咱们就录到这儿，好，谢谢大家，咱们下次再见。什么这是什么节目？对不起啊，老师，这期节目没给你什么机会啊。这期节目含麻量太高了，不是，我就想说匆匆给我结束了啊。你还想说什么？你说两句。嗯，我操啊！你不是没有？我没有要说。那就结束了，真结束了，太混乱了，跟那个卡卡罗特打飞机塔似的，没完没了。好，结束了，拜拜，再不录游戏茶话会了。三二一，
啊，前门镜没打上，我操你妈！等一下，谁说的摁啊？怎么这么多人在说摁？我怎么再来一次行不行？重来吧，三。等会儿，我再调回去。不，你就点开录制，然后到时候我就有那个尖儿就行。对，对着那个板儿剪就行了。对，你再说一个三二一按。三二一，按了。哎，等一下，你不是，你就按，你什么时候你就开始录就行了，你就现在就摁下去就行了，不用那时候摁。你就跟我会咱就一块儿对我机长对三二一开团，你给我说一个三二一按就行，我等那个按，不是按不按不按你不按，你现在就应该现在按好了就行，我就是为了我剪的时候好对齐。不是你录了吗？你现在没录，你录你可以录了，录没录呢，没录呢，你点击你就开始录就行了，录一下我录了，录一下你点吧，听一听清不清晰啊？三二一按，没录呢，没录。三二，我打个板，我打个板。你怎么也三二一都？哎呀，我这个板自己挖的，我先听的你那个耳机，自己用的板啊，自己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巨大，你是听着巨大是吗？好了，够了，我够用了。有人说他们是冷酷无情的杀手，是眼中只有钱财的雇佣兵，是令人生厌的变种人。也有人说他们是卫士，是在怪物面前保护民众的守护者，是针对所有恐怖邪恶的解毒灵药。不过我认为啊，至少单说杰洛特，他呀就是个有点自大的普通人，并且有时候相当冒失。就拿丢剑这事儿来说吧，我的天哪，那可是猎魔人之剑啊，他怎么就那么随便的？总之不管怎么样，丢剑这事儿足够我笑话他半辈子的。另外还有件事我实在是想不通，他怎么就那么愿意和女术士们纠缠不清啊？叶妮芙难道还不够他喝一壶的吗？还是说猎魔人天生和女术士会产生奇妙的化学反应？哦，没准这个能当成一个全新的课题来研究，标题就是论猎魔人和女术士。闭嘴吧丹德里恩。波兰国宝级奇幻文学《游戏巫师》系列原作小说，安杰伊·萨普科夫斯基原著，《猎魔人》卷八《风暴季节》，正版有声书现已独家上线集合网及集合 App。猎鹰丢失了眼眸，狮子丢失了利爪，而杰洛特丢失了他的双剑，他还能力挽狂澜吗？